请上脸书搜寻数名大头家，帮我们按个赞，一起冲破粉丝一万人哦。很多人关心台湾何时开放边境，李秉颖还说边境管制有政治考量啊，但王必胜就反驳说是专业加上实务，最快啊十月的时候会开放。问题是他8月24号不是才说 BA.5 疫情的高点会落在9月下旬吗？我们要请教一下世监议员，在疫情的高峰点的时候马上就开放边境，这样叫做专业加上实务考量吗？我们全体人民都感谢卫福部他们这2年来为我们大家做的努力，也把疫情的成绩漂亮成绩单有交出来，但是我们更希望说是不是边境要开放，他们能够经过更客观精密的评估，而且在客观精密的评估确认之后再来向大家社会大众公布。